来，我来，超好吃。你失败？我前面不讨喜了，在这边让我。终于做一点事情。有时候我哎，丰田这对了，要吃那么饱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过大家，因为这也是最爱，所以是吃的，他就很开心。嗯，热热的。哎，真的哎，真的哎。不可置信。对啊，真的在吃。哇，在做梦吗？前两天怎么过来的？有的话，不知道辣椒，还有。好，你知道接过一下啊。谢谢。谢谢。我觉得他觉得你失败要多跟粉丝在。对，有没有接过来？有没有想太多？粉丝。先吃再说。对，丰田。丰田在那边献殷勤。谢谢。有。我们，那你们干嘛？你们红色干嘛啦？红的干嘛？这样子，我们好一点。很搞笑，是不是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来一点，不行。芒果半小号。对，来。芒果，这个是芒果是谁的？芒果。芒果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没有。来来，你这桶要分开的，这样子看，这边的板甲。 丰田干嘛对我们这么好？我没有啦，我都是为大家好。红队一样对我们那么好，就是我要对大家好。三层楼啊，怎么样？啊？我想开了，不能就是这样子不讨喜。丰田的生存能力真的变强，真的一定要的啦。以前不太会。 还有没有需要？语言不太会。以前不会。可能是张立东教他。有需求都可以帮你们解决。张立东教他。私欲。卫生纸，卫生纸，我帮你找。他干嘛啦？他干嘛啦？他到底干嘛啦？好奇怪哦，那好奇怪，对。有点难，有点难。大家一起勤做工，站着坐下。 被请，这个，请你在上面帮自己擦嘴。这个很难哎，是怎么可能不被请呀？哈哈，这个，对啊，一定会有人就是叫我弄下来之类的。被请，帮自己擦嘴，你这一定很快就被试过。你一定会帮我擦吧？我不会。哈哈哈哈哈！丰田，你建功的时候到了。 终于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会好好表现的。你要确定哎？卫生纸来喽！哇，谢谢！谢谢你们要吃饭。快！吃饭啊！我要要要要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明明就没有吃早餐，我现在没那么饿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你要坐这儿，不吃吗？我还是会吃啊，我吃很快，不用担心。先换这边哦。还有没有？哎呦，这个鸡，你们有吃到吗？哎，留了一个翅膀给你。哇，留了一个翅膀给你。哇，怎么那么贴心？一脚给你的。谢谢谢谢，这个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吃。超好吃，有没有普通冰块？都是多余的，好好吃。 我那个太白痴了，自己在这边生的老半天，然后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卫生纸，卫生纸。啊，有有有有有有有！新的叉子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哎，不是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吃饭呢？丰田这家店你有投资？讨喜了吧？现在觉得很可爱，有点多了，讨厌了吗？现在。 现在还没到陶冶，差不多不讨厌，现在不讨厌，讨厌。哎，这按摩服务吗？有有有有，如果你要的话。美甲，美甲也太夸张了吧？洗头服务吗？他真的很奇怪。对啊，真的很奇怪。他坏了。他从昨天晚上穿着就乖乖。你是真的爱我们？对，为了啊。吃饭，来来。哇，宪哥。 特别留给我的，对，特别好，姑娘怪，我突然超怪，对，特别好，姑娘怪，我突然超怪，超怪，嗯，他那个最好，对，韩系，韩系喜欢这种，我反而不喜欢。
不出来了。你喜欢这个？味。而且它这个，哎，太韩式。啊，这是熟悉的，昨天晚上吃的那个虾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来，张婉莲小姐，你的右边的脸，头发撩起来有点高一点，再撩高一点。还有，你往上是不是？对了，撩。哎，我手，我手一张。一直拍，我跟你讲，随遇而安呐。这个酱很容易。我跟你说，至少现在吃饱比较重要。刚刚太多了，真的吗？哎呀，你也站太远了吧？跟你说，我很会剥虾。你的脸，那你可以帮我剥虾吗？我当然 OK， 等一下帮你剥虾。那你帮我擦嘴啊。你不要帮我擦嘴。那你帮我擦嘴啊。你不要帮他，来不及。要不要？很想帮你，但是来不及。要不要那个啊？我们等一下结束之后，我们来讨论一下，要不要换队员这件事。现在没有，现在可以换，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这边是没有什么信任度。哦，那也要我们想换才可以啊。你怎么又吃成这样子？你的鼻子。你帮我擦，这样子宪哥可以吗？还是宪哥帮你擦？你可以帮我擦，看一下你的队员，再眼神。哎，这个螃蟹。休想！你休想！你去刚刚那。哎，你不能认真吃饭啦，拜托。不要用我的利益。哎，真的想换字。还是你想当王队？我也懂你的心情。我觉得三个都先并肩这样。他昨天不是说他感觉跟我们在一起很像当兵？对啊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没发现什么吗？天哪！啊？他讲的是昨天的事情。那里就有一盘饭饭的。有。好，来来。手帕炒饭吗？我来一点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好，真好爽。好，对啊，你这样还有冒险。你要给我一个什么暗示？你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等一下可能会有。我们要给暗示。等一下可能还会有。哎，我是旁观者。我旁观者，我都看到我都气疯了。我快笑死，怎么了？我吃不下了，为什么？都吃他气饱，他气饱了，我气饱了。怎么这么多？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哎，他叫我跟他讲，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事情。没事了，大家就吃吃饭。那吃开心比较重要了，真的。猪的脸，这边，猪的脸，右脸。被害妄想症。你不要在那边哭。这个卫生纸，知道？我擦一下，马哥，来，给你二选一，怎么样？帮我擦嘴，或者是跟客家宴睡同一张床。二选一，二选一，为什么？旁边是海，知道吗？对哦，被你追下去。对哦，被你追下去。你队长先帮我擦了，那请队员也。我说真的，我快哭了。我真的觉得好鼻酸哦，好令人鼻酸哦。我真的是鼻酸到鼻酸啊，有点鼻酸。哦，怎么样啊？是好饱，好不用，谢谢。来吧，好啊。我觉得冰块很碎。对啊。我觉得睡觉会变淡。嗯 ，sorry。给搞啊！行，我用脚，我用脚。黑队获胜。
我觉得就是黑队获胜。我原本都不知道，是李毅告诉我的。好，刚刚我们有一个秘密关卡，所以呢，黑队有一位要执行他的秘密任务。到黄队也有一位，我们那一位很明显，很明显。然后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们的女队员还会阻止他。我就觉得好厉害哦。我很感谢他哎。请敌对三人帮自己擦脸。请敌对三人帮自己擦脸。李毅就擦了三次脸。李毅，你干嘛？你们在阻挡什么哎？对，你们干嘛？不要了，我帮你就好了。你们自己队伍在执行任务。干嘛啦？我让他完成。你在干嘛？不让他完成，在干嘛啦？你没阻止我，真的就帮他擦。对啊，我刚刚阻止他，我说你不要擦，你不要擦，然后他就忙。黑队当然也有一位，该不会是你吧？豆可乐啊！什么？如果是你的话，我一打杀你哦！我对你那么好哦，为什么杀我？我因为我是真的不知情，所以我是一抬头刚好，他头发下来，我怕弄到他漂亮的头发。我有发现，所以他左脸这边有一坨东西，居然是被信哥说出来。对，我也没办法，因为他们两个他们在做什么我都不知道，头发在那边，所以。两人这个都没有哈，壮年心健壮哎，为什么站着不坐下不背其仪？成功吧，这个成功吧，成功成功，一分一分，偷喝敌对三人的饮料，谁偷喝别人饮料？成功吗？没有没有，恭喜黄队获胜，还有李毅的，还有李毅的两个人，对啊，两个人都没有成功啊。这碗品真是好，我们赢了，你要开心的。我开心，可是你那个太明显的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表现得很好，因为一开始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，我只觉得你在赎罪。对，然后但是他阻挠你，我们等一下再秋后算账。因为他是积极拦截，不是很积极，你很积极被拦截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对啊，我问你。不过说真的，我真的刚刚在想说，我们的是丰田嘛。我看不出来他们黑队是哪一个人在执行，对，因为都没有人在执行。哇，您厉害，我也看不出来，我看不出来，厉害厉害，太厉害！没想到居然让那么拙劣的得到分数，真的太拙劣，太拙劣了，超拙劣的。站在那边，我们只是不想理他。我们还有在挡，我们还有在挡。